风干肠。韭菜酱馅水饺，丝丝冒油，特别好吃。发两袋，哎呀，试一下虎皮红烧肉，这个颜色看着有点黑，但是味道特别好。这个红烧肉都过油了，特别好吃。
榨菜，很下饭，19.50元，一定尝尝，特别好吃。就这个小榨菜，用油一炸，一点也不腻，而且很好吃。凉拌葫芦丝，特别爽口。真香。哎呀，特别爽口，谢谢，给个红心。